大家晚安，我是吴界。那今天呢要来实况的是前阵子刚上架的宝可梦咖啡厅 Pokemon Cafe Mix。 那我本身呢是个非常非常喜欢伊布的人那我房间呢有一大堆伊布，周遭朋友们呢也都知道我很喜欢伊布啊，所以呢在这款游戏刚上架的时候啊，就四面八方了传了一堆游戏里面的伊布图片给我。不过呢我一直在无人岛，一直没有时间呢来这个咖啡厅哦。是说间断更新呢，我也都没有空上去看一下我的伊布跟奇巴纳。总之呢今天就是要来试玩一下这款游戏啦。这画风我超喜欢的，从头开始游戏。哦，这是我妈带着伊布，哇，好可爱哦！这画风真的超赞的。好喜欢哦！哇，哇，好可爱哦！这伊布太可爱了吧！懂拍，是我也会拍下来当做桌面。是因为伊布喜欢吃，所以就自己开的咖啡厅吗？哇，好可爱哦！莉亚，早安，我叫莉亚，今天开始在这里工作。我想你一定就是店长了。嗯，你的名字是国塔，为什么是国塔？在这边输入一下，就一样叫无界吧。请多多指教，不依不依不依，依不依也早安啊，一起加油，不依。首先我们得从开店的准备开始动手，对吧？让我们到厨房去吧。那现在要干嘛？我就是这次益智游戏的部分了，不依。这个代表着伊布或宝可梦们的干劲。是这样子吗？好厉害，真是太完美了。移动次数，啊，所以是有点 Candy Crush 的感觉吗？在咖啡店调理的时候，有很多不同的宝可梦们也会来帮忙。好，但是要选伊布啊。点单要十个伊布，消十个伊布，所以就是像这样连起来吗？哎，可以这样硬拉的，那就有十一个了。我这样就完成了吗？不难，真是值得纪念的第一杯成品呢。机会难得，就请伊布来负责试喝的重要任务。伊布，不依不依不依，看来伊布也很喜欢这个味道，真是太棒了。好，准备周旋，接着就等顾客上门了。小火龙哎，首次来电。啊，无界小火龙来了，看来他对刚刚做的拿铁很有兴趣呢。原来刚才是做拿铁，就嘎，想不到小火龙是第一个顾客呢。让我们好好款待这位可爱的顾客吧。我觉得店员比较可爱啊，就是我的伊布。嗯，是这样子吧？哇，一堆伊布哎。宝可梦们可以使用咖啡店技能哦，这是什么？可以请你帮忙吗？不，要让宝可梦发挥咖啡店技能，必须先将这个量条累积到满。哼哼，集气就是了，串联宝可梦来提升他们的干劲，似乎就能累积这个量条哦。
总之就是烧多一点嘛。我有了，哦，有了。咖啡店竟然出现了，太棒了！所以这是干嘛？抓住咖啡店技能的图示后，在手指放开的地方就能发动效果。所以它这个周围圆圈就是它会爆破的意思吗？哇，好可爱！耶！这是什么？我获得了什么？那是什么果实吗？啾嘎嘎嘎！太好了，看来小火龙也很满意呢。多亏伊布帮忙做出来的味道，宝可梦也很喜欢呢。啾嘎！哦，金橡果，金橡果非常珍贵哦，真棒！感觉和小火龙好像变得感情好一点了呢。所以也是个提升亲密度的东西吗？哎，后面有个伊布海豹，哎，好可爱哦。这是泡沫栗鼠是不是？下一位顾客是泡沫栗鼠了。嗯哼，所以我们要再来做新的咖啡给他了。我虽然很喜欢伊布，可是我不是什么很认真的宝可梦迷啊。觉得除了伊布以外，其他的角色我其实。有时候名字我还不知道谁是谁。那剑盾呢？是我第一次玩的本传。18个伊布，18个皮卡丘，先消皮卡丘吧。哎，我按到伊布了。好像不难嘛。喂。这个大声功是干嘛？这样是可以连锁的意思。耶！所以现在这间咖啡店只提供拿铁，就是泡沫栗子。看来这孩子也很满意呢。我小火龙要来了，要续杯吗？啊，是刚刚的小火龙，想要再来一杯吗？还真的。然后我的 Switch 也是因为当初出了那个皮卡丘跟伊布版，然后我为了要那个伊布的主机，所以才买了 Switch， 要不然我可能玩不到现在的动物森友会。两个咖啡店技能结合起来之后会变得更强哦。好哦。两个火龙，就是被困在这边的两个，这样怎样？哦，所以要用咖啡店技能来炸这个东西的意思吗？那我要把咖啡店技能移到中间来吧，可以炸比较多。为了转，哦，再制造一个。好，听你的话。耶、yeah, ！现在有两个了。哦、oh, ，好哦，加在一起威力更大，就是了。他是这样示范给我看的，所以在这里这样子一口气炸了。前面这边应该都还算是教学吧。很慷慨，这是叫布鲁什么东西的，是不是？像这个名字我就记不起来。花栗鼠，啊不
不是花栗鼠，泡沫栗鼠，还要续杯。对不起，这只粉红色啊，它就叫布鲁，我还以为它叫布鲁叉叉之类的。十五连消，嗯，这样不就十八了？二十三，是这个意思吗？然后这个布鲁蛮多的，先消布鲁。对这个游戏，我应该目前为止没有理解错误吧？应该是这样子玩吧。然后再来杰尼龟。好，成功了。可能还在教学哦，就是目前玩起来，因为感觉还蛮简单的。觉得是时候为顾客提供更多种类的饮料吗？应该在开店前就要先准备好了吧？其实我已经准备好法宝了。要怎样？获得红茶怪了。谁出钱呢？咖啡店设备越来越齐全，可以做更多的新料理了。所以我现在可以做红茶了吗？真的可以泡红茶了。你也要看这个泡沫栗鼠要不要喝红茶，他还真的马上就点红茶了。在方糖的旁边连消三次来消除。哇，真的有一种 Candy Crush 的感觉。所以我现在是要用伊布这样子把它圈起来，是不是？应该是这样的哦，那再用皮卡丘把它圈起来，这样给我圈到了。少炸了一个。然后再用泡沫力，这应该有圈起来了吧 ？OK， 好，然后伊布又变多了。有了，成功。马上点红茶来喝。你是怎样喝第三杯了吗？哦，友情加温机会发生。Juga， 你又来光顾了。完全是常客了，他只是连点了三杯饮料，好不好？友情加温机会发生的时候，能获得比平常更多的星星哦。哦，调理失败机会就结束了。好，来吧，他也要喝红茶。要消八个方糖。好，开始有点意志的成分出现了。一步。贪心了，我刚贪心了。好，算了，皮卡丘。都没炸到啊。觉得我好像会玩了。把上面这一颗用掉的话，然后把这个丢到中间去爆炸就可以了。那这叫波克比是吧？把上面这边炸掉再用。好，然后把这个丢进去。爆炸！耶！好像应该就比较简单了吧。还有这个啊，
它是这个方向的，好难用。剩一颗就比较简单了，还可以移动三次。好了，我去卡车喽。现在应该是过关了。成功，我的友情加温哦。料理的福，看来和小葫芦的感情变很好了呢。啾嘎嘎嘎嘎！什么？为了达心，你想帮忙咖啡店的工作？等下谁要出那个薪水？啾嘎！谢谢。机会难得，我们就请他加入店员的行列吧。等下，这是我要付他薪水的意思吗？还是只要喂他吃咖喱饭就可以了？小葫芦成为店员了。穿制服也很可爱呢。嗯，虽然我觉得有一步就可以了啦。马上和小火龙一起做看料理吧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哦，可以这样子拉开来看，哇，伊布的招牌上面还有一个伊布的雕像。拜托啊，谁在那个乡下地方开一间这种店？每天去，我一定每天去。哇，这招牌都是伊布哎，好赞哦！好，这换这个布鲁又要吃东西啊，要换成小火龙哦，好舍不得换伊布下来，把设为主力。拿手项目是饮品啊，我们现在也只卖饮品啊。大家拿手项目是咖喱饭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卖啊。所以他比较会泡红茶的意思吗？好，开始吧。突然多了好多小火龙的头哦。所以就是看客人点什么餐的话，我们选。这应该比较像是属性上面的问题吧。就你好了，你的点比较多。哦，不是吧，小火龙，你看他招式再喷一条的，哇，哎。你这样把伊布都比下去啦，哎，这样还有吗？我还要玩，我这方糖已经全部消掉了。哦，因为分数还没到，就是了。啊，伊布那张海报好想要贴在房间哦。咖啡店要是再宽敞一点就好了。我是这么想啊，可是经费呢？你们的经费到底从哪边来？扩大店面也不能拜托伊布，谁来帮忙就好了。这叫工头小将是不是？还要一个点单。看起来好像在一个点单成功的话，就可以叫出那个妖精系的叫什么胖什么去了，还是甜女迷什么？糟糕，我真的记不起名字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搞错了。我没有发现它旁边有九个方块，那个方糖，所以我要先来削这个，糟糕了。嗯，来，这样子，哎，只削了一个，没关系，小火龙有这招作弊的招式。好，这样应该就简单多了吧。
这个好，再喷。靠小火龙的喷火罩就好啦。有这种招式，游戏突然变得好简单哦。哦，他叫搬运小将，不叫工头小将啊。听到改建的事，哪有那么好了？要不要拜托搬运小将帮忙呢？他们是要做白工吗？相信咖啡店一定会更棒的。嗯，哇，追加新区域，有了。这个剪影我知道是谁，可是我忘记他的名字了。反正就一个粉红色的甜点，请他们吃东西吧，只要请他们吃东西就好。这个世界真美好。Pokemon Cafe 呢？不依不依。先不理这个。感觉游戏是不是从这个部分才正式开始啊？接下来应该就没有那个教学之类了吧？消掉这些哦。对，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粉红色的这个，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。我这样刚应该消蛮多了吧？来，泡沫力水。哦，哎，我好厉害哦，全包下来了。哎，那光卡怎么感觉好像用伊布比较方便啊？可以在中间炸。这边喷一下。欸，对了，我刚应该要把伊布换上来的，我怎么一直在玩小火龙？那我会对不起伊布。他是不是叫胖胖什么？甜胖泥吗？一直在乱想名字。欸，等一下，我怎么拉到你啦？我是要拉泡沫栗鼠，好像蛮容易，不小心拉到别只鼠。别去搞可乐。有了。伊布，哎，伊布怎么跑去？是因为我一直用小火龙的关系吗？所以他跑去当客人这样子。获得奶油发泡器了，你怎么现在才买啊？应该开店前就要先买好了吧？哦，可以做松饼了，耶！拿手的宝可梦伊布，我这样点就可以换了。那我们来做看看松饼吧。松饼看起来好可爱哦，就是那个片头伊布在吃的那个。没有对准好的，刚要炸四个，又只炸到三个。哎，这样消不掉哎，所以只能靠这个了。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我有点不太懂，而且这个叫什么？奶油吗？有大有小的，杰尼龟应该够吧，数量上。炸！哦，有了！哇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！哇哇，我也想吃。
好，我一定要看你叫什么名字。首次来电。等一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胖甜妮。所以我刚刚讲对了，就只是顺序错了。好啦，那今天我影片就先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。那这款游戏呢，我觉得好可爱哇，伊布在睡觉，好可爱。我觉得这游戏的画风非常的可爱，然后它的甜点也不是乱做的哦，就是很可爱，就整体就是很可爱，我没有别的单字可以使用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下载来玩看看哦，反正都是免费的啦。那就是可能有一些东西是要另外付费的，但是看起来好像是就跟 Candy Crush 一样，就是你不用付费也可以玩得很开心的东西啊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哦，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